Hello， 大家好 ，Ray One This。好，我们最新的超级战预告已经出来了嘛？下一张限定卡就是达列斯啦。那么在达列斯的这个限定卡机内啦，会获得初复刻的角色，就是我们这个10月31号在2022年啦，推出的巴达克呀。这张巴达克的队长技真的是很棒，孙悟空戏谱再加上纯粹赛亚人200%，然后动画演出也非常的赞，至少深得我心啦，是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在被动上面的话也不错，至少在前面开始的时候啦，5回合内有悟空存在的时候，它是可以获得加成的啦，就是看破必杀，然后可能转租这些东西，只是比较麻烦的啦吼，就是被动上的一点点那个必杀发动值，每一次必杀发动攻防40%提升，最大120%，需要三发必杀啦。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没开路的人来说就辛苦啦，赢技能力把连击点上来是肯定要的。嘛，不管怎么个样子，我们就来稍微使用一下啦。这一张巴达克相当久违的把给拿出来啦，然后好友队长这边就很可惜啦，找不到另一张巴达克，所以就红神悟空稍微代替一下啦。那么就以这个队伍啦，我们出发一下啦。vs 邪恶龙单神异形龙，で行きます。行きましょう。有三张的登场动画演出可以看，还蛮爽的啦。哇，不过这一个顺位有一些些的痛扣啦，不是那么好搞。不过我们这么个摆法的话，来回辅助。30%、50%、50%，29万、22万，Kiko alright， 要一下。这边的话，等一下提鼠的巴达克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才可以转过去跟我们另一位巴达克做连接。OK， 碎了，这个火力 Kiko alright， 然后。哦，756万，谁呢？然后必定连击。现在打这个邪恶龙战神异形龙啦吼，在第一回合其实打起来还蛮快的，因为它比较乱，两个回合很长啦，两个回合都可以爆速的解决。所以对于那种要叠被动的角色啊，或者叠攻防的角色啦吼。就会比较痛扣一点哦，531万，我们的这个超额悟饭，是嘞。我是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ゴッド，こんな世界があったなんてよ。嗨。完全变成迷影的登场动画。他再看远一点的话，应该会气死。看到，等一下先看一下必杀，都必杀技在哪里去？哦，没有开必杀哦。没有开必杀好像还可以呗，先这个样子，然后这边啊好像也啊算了，没有办法，就没办法了，不足够，不过只是被打一下应该还 OK 啦。如果那个未来巴达克再看久一点的话，就会看到悟空弗利萨联手把吉刃推下去，会气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梗图啦，超级欧博西瑞哦，连击 nice， 这样子的话被动又再次的提升一下啦，可以省一下被，哇，那个四点竟然触发得到。然后轮到我们的红神悟空，红神悟空这边就没什么好说了，更加的凶。
呀，700万，死耶那。然后毕竟年纪，看有没有有没有办法连三次必杀出来，有的话就更爽。哦呀，我没有机会，想要三连击，但是情况不允许，敌人已经挂了。よいしょ。よし、也是很好听这个。哦哦，必杀在那一边，不错不错不错。这一边的话，考虑一下啦哈。这个样子，我看这边这样子。最后看这个样子，稍微回点血，帮巴达克刚才失血过多补回来一点。OK， go good， go good。然后这边给到蛮多的辅助，结果有一点不给力耶。哈，再来，哦，383万，对比起红神悟空那个差距有点大。可是这个是因为出正常的，来50% ，yes， 契丹 C 必杀无效，帅啦，嘿嘿，卡切纳，比较危险，大概就是提属的巴达克那一点了，可能因为第一下不会有全属性感动，需要第二下被打才会有。OK， 攻防上升，然后。巴达克神拳，叹气！哦，痛痛痛痛痛啊！好痛啊！OK， 这边的话，七颗珠回血。哎呀 ，OK， 三颗红珠这边有到位，所以啦，再来的话。看一下现在的状态，34万、32万跟18万，没有必杀，那么就不需要开必杀。对，这一轮应该是还蛮大机会解决掉对面的，尤其是有辅助之后的这个悟空，红神悟空，火力直接往上冲，然后必定连击必杀。哦，900万，然后全属性效果8000，然后赤够足又有一个60%的回避力，死嘞呐 ！My butt 啊，连了个普攻，可惜，还回避，还全属性干到，对方都完全拿我们没办法，硬，真的是硬，哇，这个要害攻击，要害攻击，キモチ，然后。哎，320，有一下，我开啊，没了，哎，那就算了。然后等一下应该是要花比较多的回合，因为悟空的那个复活啦吼，是登场过后才算的，所以这边就要花更多时间了。呀，6颗珠，反正都没办法满的情况是。是同属族回点血比较有用。对，512万，不过这边被动还没叠满就麻烦，超级麻烦。可是真的是打很快，这个真的是没话说，打得很快。OK， 叠被动 ，nice， 来，再来多一次高确立必杀，啊，干其他事啊，不过没关系啦，硬，打不透。完全打不穿我们，然后在这个队伍内，我想一下啊，这个队伍内我们的武道会悟空好像吃不到200%哎，没办法完整200%，好像是到370罢了，我有点小遗忘了。啊，对，没办法，只有370吧。哦，必杀在最尾。
一下再追捕一样，五颗、八颗，先这个样子。这个走一号位，只有两颗红烛，但是够啦，没办法，必定会行，但是可以，那个叫什么？但是可以效果拔群，对，43万、43万、27万，再配上一个 wish， 然后等一下会有全属性 god， 再加上防御会大幅上升，还是超大幅还是大幅上升的？大幅上升，蹦够不够？哎，超多可爱呢。嘛，算了，我们硬冲他一波。OK 的。好，哎，前属性加多，好，然后，哇，会被扣血，谁啦？谁啦？可能会挂掉，哇！但是这边1000万，神万诺奇卡拉哦，哇，值哎！但是这边有一个很爽的点，就是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看破披萨，还蛮棒的。五回合已经进入到异形中的那个最大关卡了，奥利亚！摸一 pass， 没有没啦，然后全属性盖都有了，可以全扛 ，nice， 然后哦，防御还会再上升哦，这样子的话敲出来，大概应该是可以接近50-60万的防御力的全属性盖都，应该不致死，应该不致死。对，我们的 Bardock， 1K， 790万，没开路，收购收购，还不错，哇啦，要派攻击，再来。366万，这边的话算是希望他可以二连击了。啊，没有干。谋谁谋谁谋谁 ？Onega Simas， 哦吼哦吼，硬，可以嘛？哎，いけるいける。で。悟空，不要哭哭！就算异形龙很丑，是怪物，你也不要被吓哭。OK， 这边七颗、五颗哦，士气28、30、40多、70多趴的减伤，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在这个位置，70万、92万，对。死欸，只能这么说，死欸。唯一怕的点大概就是最后的小悟饭了，不懂他扛得住没有。不过至少有一个40%减伤在了，应该 OK 吧？嗨，千万の力を。哎呀！OK， 攻防继续上升。哦，扛住了喂，小悟饭，哎 ，nice， 哎，也是啦，因为小悟空这边有提供 extra 8%的减伤，总数达到48%嘛，完全就压掉一半了，这样，哇靠，还没满的这个悟空，830万，哇，好爽。对呀、啊，我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奇怪的那个感觉了，因为之前用那个单边机械熊的队长下啦哈、哦，这个悟空的扛伤力度当然是没得说，但是就是火力上面掉得非常严重，所以就会很惊艳一下，哇、哦，这么高，那你走，好像还好，正常你就应该要这个输出才对的。OK， 这边的话，我看就是这样子的摆法会比较安全了、啊。这样子 ，OK， 马子哇 ，Bardock， これで最後だ。
啊，230万，就有哎、欸。这边不过很可惜，目前的状态已经是看不破必杀了，全部要靠自己。哇，这个等下。好像有一点点的难哦。哇，这个赤足这边，我要稍微思考一下哦。总之，威先上来先，这个是绝对不用想那么多的，威先上来先。如果要保险起见，当然就是这个主动技开上来会比较好。32万、48万，然后开了必杀，然后赤构珠又会再上升。先这个样子。哦，这个是塞啦，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主动技跟他开上来会比较理想一些。不过按照现在这样看的话，气到后期了吼、哦，五道会悟空会比红神悟空好用，因为至少不用烦恼吃住，那个歪掉的脚永远看着就永远好笑。OK， 50万，哦吼，然后四回合内必定飞行，攻防还会100%再提升，对。这个就是这样子啦，然后最后我们的八大克两颗红珠，没有必定会行，但是也有不错的实力啦。对，949万。八大克带队的话，整体能力真的是还 OK 啦。如果是完整八大克带队的话，这边没有嘛，所以队伍上有些370，有些200，有些400，就比较可惜一点。OK， 嗨，可以，本来那是，对，783万，但是必定会行，算是还 OK 啦。然后开了必杀之后有，应该是过百万的防御力啦。所以在这一 round 也算是安全的。是哎，那我好想要、哦、红神悟空，他这个强度看着都爽。可是要我在这边要抽到他的话，或者等他复刻的话，大概要等到10页左右了，要有一点久哇。少掉了那一个体属的巴拉克拉吼，整体的火力掉很多。哎。感觉好像可以拿那个什么来玩呢？我们的那个 standby skill 复活。不管靠复活能不能把这个异形龙给 K 掉，还蛮欧西来的。对，哦，必杀在前面一号位啊。那就这么个白发呗。而且现在还有彗星，还有那个减伤七颗，对，这么高的减伤都救不回来，来吧，看你的头够不够铁，我们的悟空。DK， 老哥，跟他撞下去。马凯达，哟西，用头撞死了异形龙。嘿嘿嘿嘿嘿嘿，哦，这个画面我第一次看到，成功 KO 敌人的那个复活。复活反击还蛮爽的，还蛮 OK 的，一游一游。
儿子跟爸爸的 combination， 嗯，还不错啦，稍微玩一玩还是蛮愉悦的，哎，还是蛮愉悦的。那这张巴达克，老实说，虽然说有不错的能力啊，但是还是要看一下新的达列斯究竟能力到怎么个样子，再来决定要不要抽，或者是要抽多少这个样子。嗯，慢慢吧 ，OK 的。一块一块，真的是蛮一块的，只不过可惜啦，我自己这张巴达克是没有开路，很难有太大的那个发挥或者数值啦，但是就有一个中规中矩的那个表现啦。只要未来的关卡不要太多像这种异形龙啊全体攻击这样发射的啦，会容易打很多。因为站在后面的位置啊，配上威杀，大部分的伤害其实都还能扛得住啦。 50% 的那个应该说必杀效果，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啦，还蛮有用的。还蛮有用的。哎，等下，这多么的，你们这个要 loading 到几时啊？不会 loading 不出来吧。OK 啦，就是这个样子啦。巴达克这一次会出复刻，然后整体能力就算是像刚才没有开路，如果是跟另一张提属巴达克绑在一起的话，连接五条，然后再配上辅助能力上啦，就强度还是 OK 的。不错不错不错。哎，有，虽然说有这个 supporter memory 的存在啦。好啦，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じゃあまたね，拜拜。